加鹅啊。すごい、何も見えない。看不到。褒め言葉書いたの。メリン、今日は様。あ、こんばんは。あ、こんにちは。是吗？こんにちは。还以为睡过头。没有，今天真的啊，我今天起来，然后我要开直播的时候看手机，啊，我忘记充电，对，没电，所以对不起，迟到一小时。玫瑰，谢谢送我玫瑰。なんで書いたのか、もう一回書いて。悪口かもしれんけど、え、絶対1時間遅刻したねとか。そういうのしか書かなさそう。なんだろう。全然褒め言葉じゃない。寝起き充電ない。とりあえず充電させて、二度寝。1時間遅刻。今ここ。してない。してない。してないです。え、寝起き感ある？やばい。谢谢送我很多玫瑰。いつも通りふわふわってしてるやん。いつもふわふわしてます。いつもふわふわしてます。前髪他家，可是我没事，哈哈。まあいいや。田中美玲，谢谢送我玫瑰。ロックビート是吗？待って、不要。え、なんでなんで？画面録画してた。等我一下。まだ昼ご飯食べてないわ。私も食べてない。声がやばい、声がやばい、声がやばい。どうした？ちょっと待って、電話一下。待って、電話。はい、よいしょ。発声練習。あ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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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我是来自的是的粉丝变人。你是 Black Beetle。なんだっけ、何言おうとしたっけ、ワンチーロ。待って、
你们知道有一个，最近新的啊，最近知道不会讲，最近就是なんだっけ、新しいあれ、絶対知ってる。因为 TV 的人很多人应该有讲过那个 NiziU，知道吗？韩国的团体，但是日本都是日本人。然后我最近看他们的甄选的影片，对，很好看，那个真的很厉害，好像在对JYP 的女团，你知道那个真的很可爱，然后大家都很厉害，对。我要换那个歌。みんなミレイちゃんより可愛いし頑張ってるし、いや本当にそれな。心をね、ちょっと動かされてしまった。これは我当然知道。对，他喜欢 Twice。なんか、然后就影片里面有很多。道理嘛，道理有很多，就是那个 JYP 的人会讲的，有道理，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さあ、私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した。私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ろう、本当に。食いつけとこ。ユニット桜最近何もないのに。何が何もないって。練習とかあるよ、あるよ、ありますよ。我有一次在听他们的歌，以为是在听 Twice 的英文，声音太像了。应该是，我觉得他们的歌的感觉都是很像 ，Twice 跟那个真的很像。你喜欢谁吗？你有喜欢的人吗？我想跳出手的，谢谢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じゃんけん。全部負けた。勝った一個だけ。いつ赢了？9位に下がってる。すごい。めっちゃ下がってる。大家今天也帮我继续给我。那个什么猜拳的礼物，お願いします。負けた全部。ヤッホー美人のミレちゃん。ヤッホー美男の四哥。てか今日顔色ない。顔色ない？なんで？いつもあるじゃん。なんか最近、昨天阿嬷跟我说我的脸的颜色不好，
え、やばくない？私風邪ひいたのかな？どうしよう。对，昨天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还是什么没有化妆的颜色之类。可是我有涂腮红啊。なんでだろう？多分カメラのせい。カメラじゃなくて携帯のせい。コロナやばいって。え、怎么办？大家觉得我的脸的颜色怪怪吗？奇怪吗？但是皮肤很白。那个是因为这个有关，对，前面有关，跟平常不一样吗？那个違う美なんじゃない？DD の洋服もっとに、また DD の洋服、はい。シャンシャンタン、晚安。あ、不是、午安。え、怎么办？有一点可怕。一样，从手机上看的话，ねえどうする？やばくない？じゃあこの色？わかんない。怖いって。昨天阿妈也跟我讲，我的脸的颜色不好，不太好。怎么办？どうしたらいい？どうします？而且有一点，分かんない。我自己也不知道。太晚啊，不是鹅，太白了吗？我不知道。谢谢香菇的猜拳，可爱一さんありがとう。やった、勝った。一次，赢了一次。青年人间还好，运气。どうしよう。你平时有在练腹肌吗？没有啊，我最近完全没有。哎，对，大家有看，大家看了吗 ？TB 运动会的第二集，有仰卧起坐跟ご飯ちゃんと食べてます。还有什么？忘记了，那个我不行，第一个真的不行。ミレイ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ヤッホーこんばんは。メリーの仰卧起坐好厉害，我也觉得很厉害。我那个是60秒嘛，然后那个是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开学。会错一次，然后我不知道，没有我，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每天都练，但现在完全没有。对，啊，所以我高一的时候，我59。然后高二的时候58啊，对，然后我觉得蛮厉害的，但是就差没有超过60多，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アドレナリンが出たかもしれん，64，自己也吓到，错完隔天肚子很痛吗？很痛，我不是只有肚子，全身都痛。
但是有一点客气，有一点客气，因为姐姐没有排我一开始到最后的，对，她最后5秒的时候排我，所以那个很慢，超弱智。啊，それアドレナリンっていうの？そうなの？可惜，好，軽いからすが、まあそれ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え、私より軽い人、本当はいっぱいいるでしょ。被奇迹说，你比较瘦。焼肉のやつ個人戦なの？焼肉のやつ個人戦じゃない、チーム。だから、なんかす、就是、如果、デイジー、就会、デイジーだね、可以去吃。然后、但另外一个有 MVP 的话、如果、那如果、デイジー赢了、对。然后、如果デイジー赢了、但是 MVP 是我。的话，就我也可以一起去吃烧肉，只有一个人。なんか怖い、64回の時。すごいと思う、我也觉得、但我没有啊，我没有。那我下次我想要70有一点太厉害了。デイジーの中に紛れる。いや、それは思う、本当に思う。だからまず、どうなるか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気まずいだろうなーって思うね。MVP がもし他のチームだったら。ねえ、全部負けた。悲しい。应该也有比飘远。感觉你也很厉害，没有欸，那个我没有很厉害，真的，我只有那个练那个俯仰卧起坐很厉害，其他都是应该就中间吧，中间的上面一点点吧，没有那么厉害。可是吃和牛之后要多运动才能瘦回来，对，所以我们要变棒。実は DD の私なんか困る、チームの応援。可是 bell flower 比较多不是吗？喜欢的嘞。どうせすぐ痩せる。いや、私太らないから。 可是我好像最近自己觉得我变胖了，很多人说看不出来，但自己觉得有，对，不知道这个是开心的事还是不开心的事。体重有，哎，我最近没有去量，所以还不知道。但我平常是41，但是最近一直都是42，对，那个是就很久之前就变42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多少。我觉得没有变，感觉没变。ねえ、全部負けた。でもありがとう。シェイシェイ、ジョンカニさん。測れよって。いや、めんどくさいな。めんどくさいです。全然測ってない。デイジは2人、ルベルフラワー2人、サクラミレイちゃんだっけ。じゃあミレイちゃんだけ応援しよう。 じゃあサクラ応援しよう。
要多吃宵夜才会成长。我会吃哦，我晚上吃很多诶，我昨天，我诶，知道吗？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去公司，然后我昨天去公司前自己吃了晚餐，然后去公司吃过好的晚餐，因为他说不要，所以我吃他的意大利面，然后后来吃谁？小慧的意大利面，但小慧的意大利面是跟那个谁，跟其他人称。我那时候兔子已经啊没有，已经吃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吃，一直回吃。何この歌？美玲不是说要变棒吗？先说恭喜，耶！可是我没有想变棒的地方，没有，我想变棒的地方都没有变棒，就是不想的地方，就是脸，我每次都会脸变，先脸变棒，不想要。暑い冷房つけようかな、つけてください。要不要每天吃 KFC 就可以了？已经我也不行，我不喜欢啊，没有不喜欢，我炸鸡之类的不会一直吃。大きくなってほしいところが大きくなってない。そうです。哪里想变胖？我想要刺里，腕，あとは。ここかな、一番は。因为我跳舞的时候，这里要，就是要用力的，这里要用力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太瘦了，就没办法那个大力跳舞，对，所以我想在这里，先变胖，不然我没地方可以，就是变肌肉。筋じゃなくて筋肉やろ。あ、脂肪じゃなくて筋肉や。筋肉もあるんやけど、ここがもうちょっと太くなってほしい。なんか、穿衣服的时候、这里就一条线。看起来不好看。我想要这边变胖一点点。オカマみたいな。どういうこと？いや、オカマはあれをやりすぎ。なんかちょっと、ムチムチしてほしい。ムチムチボディ。やだな、ちょっと細すぎ、ガリガリしすぎ。腕立て伏せ、そう、私腕立て伏せができないんです。一回もできない、本当にできない。後でします。太棒的人不用去当兵。以前要好好笑。是哦，那大概几公斤的人不能去。最初は膝曲げてやればいいんだけど、あ、まあそれでも全然できない。それも5回ぐらいで限界。本当にできない。腕に力がないってことだね。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です。我就是不用去当兵的人。你吗？真的吗？你那么胖吗？問題解決。じゃあ頑張って、あれもします。筋トレもします。要看山里每个人不一样。 是很胖的人吗？还是胖一点点也不行吗？
あれ？全然。现在坐下来了，日间最棒的时候，十二月迷你空的时候。不知道你胖多少 ？BMI 31。慢点，慢点，慢点，慢点。BMI 31以上的人正在吗？有正在31以上的人吗？嘿，やばくない？あ、そう、え、わかんない。どれが普通なのかわからんけど。31、すごい。还是男生的话还好。我不知道，男生跟女生的话，二十的话就还好，对，二十吗？是吗？哇哦，すごい。好像很像很多，真的。すごい。我以为没有三十，存在感很强哦，好好笑，真的。但是有些人是肌肉比那个嘞脂肪高还多的，也会三十以上。对，私も眠いな、どうしよう。好想睡觉了。どうしよう。眠い。等等去 Costco 买，いいな，还好，好好哦。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也想去，我喜欢 Costco 的 Costco 的寿司吗？对，お昼ご飯買いに行ってください。買ってきなさい。我也想睡，但我在上班。没关系，你可以睡觉。コストコお寿司売ってるの、売ってる、美味しい、美味しかった。この前食べて、意外と美味しくてびっくり。不能睡顶多看直播，那不能睡觉。マジでやばいぞ、眠たいぞ。
お昼寝配信、眠た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中華兄さん、孫悟財中。ねえ、全然勝てない。あ、勝った。1回だけ。1回だけ。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聊什么了。谢谢。我看一下现在。じゃあ。6位と5位からの差がすごい。すごいですね。みんな2回目の方が頑張ってるよね。そうなの？どうしよう。どうやって頑張ればいいかわかんない。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そんな気がする。でもまあ1回戦で上の方だった人がまあ普通かなって感じ。ありがとう、谢谢、孫悟財中的礼物、イエーイ。ねえ、勝てない、全然勝てない、我今天完全不会赢、不会赢。谢谢孫悟人机会员选票嘛。あ、孫悟財中的礼物。いや、みんな最後らへんまた一気にぶっ込むでしょ、絶対ぶっ込みますね。怖っ。谢谢。え、勝てない。真的我今天不会赢、怎么办？全部都输了。然后平手。あ、一回だけ勝った。あ、二回勝った。嬉しい。赢两次。耶、yeah。谢谢。送ってくれる人見つけないとね。とりあえずもパン、就是我的，就只有中華兄さん一直送我財源だり。かわいそうだな。いや嬉しいけ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感謝、感謝してる。多分中華兄さんがいなかったら私は今でも最下位だと思います。多分最下位。ツラタン、そうだよ、ツラタンです。
2期生はまだあんま誰も送ってくれない行為。そうなの？昨天跟婷弟讲话，然后给他看我的弟弟，他说：“为什么弟弟的眼睛那么多？美玲前辈的眼睛完全不一样。”ブラコンです。然后过好也，因为我的手机。打桌布吗？是 Titi 的照片，然后就 Koha 看到那个，他说：“哎、欸、，Koha 说想结婚，Koha 想要跟我 Titi 结婚，好好笑。”本当にブラコンなんだけど、どうしよう、やばい、ブラコンすぎ。Hello, I'm from Taiwan. Hi, 你好。你好。真的弟，对啊，我真的很喜欢弟弟。小春ちゃんと年下で結婚したいのか。いや、あのね、没有。很多人会说，我同学也是，就是他说，如果我弟弟长大了，他就说，啊，他想要跟我弟弟结婚。因为我的弟弟真的很帅，我真的太喜欢了，我太喜欢弟弟，就是我喜欢的。イケメンの弟の兄は本当だよ、マジでね、我跟弟弟完全不像。你们可以去问婷婷，她说。不像，弟弟的眼睛那么大。あだよ、あなた、ゴリラじゃ全然ゴリラじゃないでしょ、この顔。いやもう、弟に会いたい。我最近很想见弟弟、然后。然后我想回日本，我很想回去。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猜拳だよ、这个的。声が出なくなってきた。高明午安，小小午安，本晚午安，耶！四週間ぐらい隔離してもいいのなら帰れるよ。帰れないよ、会社が返してくれ。待って、声で、ちょっと、等一下、我要去拿水。あ、声が。弟弟有女朋友吗？没有吧？我问过很多次，而且他还国小三年级，应该没有。可能应该有喜欢的嘞，但是我觉得没有女朋友。嗨嗨，美玲，本晚呀吼，可以回日本的，只是要隔离14天，对，真的就浪费时间。我姐回来台湾的时候也要隔离14天。
真的很想很想要跟我弟弟换那个我的眼睛，他的眼睛真的很好看，应该是女生的脸，女生的眼睛，所以我很想换。目だけじゃないと思う。顎もうるさいわ。でも顎はどうなんだろう。いや私よりも短いけど短いと思うけど、年齢が上になるについてなんか尖っ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向こうも。双眼皮吗？对，而且很大，比我大的眼睛，然后双眼皮也很大，然后睫毛很长，我完全没有睫毛，然后黑色的眼睛也很大，就是很像戴隐形眼镜的感觉。谢谢中国人さん送我猜拳的礼物，でも勝てないんだけど，全然勝てない，今天不会赢，不会赢。今日ダメだな、本当にダメ、今日全然できない、無理。なんでだろう、悲しい。音が消えちゃった。弟弟叫女友的时候你会我会我跟他说一定要找可爱的女朋友，不然会生气。我跟他说，对，我上次回日本的时候就一定要，就希望他喜欢上的女生是可爱的。福岡可愛い子多いから余裕やろ。いや言うてやけんね、そんなことないから、言うてだよ。谢谢送我猜拳的礼物，完全不会赢，全部負けた。なんか可是我弟弟有幼稚园的时候被告白啊，没有，好像相爱，就是都喜欢。我的弟弟也喜欢他，然后他也喜欢我弟，然后可是他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以，但就现在已经没有了，很难过。先带回来给姐姐，对，一定要，我跟他说，一定要给我看。那如果不可爱的话，就不会讲什么，我不能讲什么，但是我会不开心，我会不开心。福冈真的有不少的帅哥美女，其实很多，但也有不可爱的人哟，像是我，我还以为你吧，没有了，就这样有一点坏坏坏坏。好像他会讨厌我，不行，所以我不会，但是我就不开心。好，怎么办？真的，等一下，就这个可以讲吗？有一点不好的话题，但是如果弟弟有一点找到很丑的女生，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办？还是他找女朋友？怎么办？我可能会难过，感觉姐姐在看戏。而且福冈的比其他都市的人
还要亲切，是吗？有吗？でも姉ちゃん似てるから好き。はやだ、絶対似てない。如果自己觉得很不要，我不要。やだ。え、それならこっち。やだ、絶対やだ。人家可能很会，很会错在。不要，我会，我比较会。那如果他选的是他的个性的话，就还好。对。就是他真的喜欢上他的个性的话就还好，但是就是我不想要的就是明明就不可爱的人，但他觉得很可爱，就 B 先，有些人会这样，然后弟弟这样的话就我有一点伤心，在弟弟眼里他最可爱，对。B 先，もうやだやだ、絶対やだやだ、やだ。希望不会，因为他幼稚园喜欢的人很可爱。男女眼光不同，普通，真的不行。所以重要的还是个性啊，但有可能他，我知道，就是跟他选的个性的话就还好。但是他选的是脸，然后就很丑的话，我就会难过。对，やだ、どうしよう。哎，我有一点怕他交女朋友，可是我觉得他现在一定有喜欢的人，因为国小三年级一定有。哎，谢谢。中午才全部負けた，全部都吃了。今天真的没有运气，怎么办？こんなねいてめんどくさいな。ごめんなさいね、ブラコンなんでね、どうしよう。怎么办？やばいね、こんなにブラコンなんて。すごいと思う。過剰だと。まあ恋愛はしてないけど、恋してないけど、恋してないですけど。大好き。如果是在男生面前很会转的女生，やだ、どうしよう、怎么办？我不知道欸，没有了。他对我，是他可爱吗？我不知道，先看脸，然后，他如果。不可，嗯，他对我很好，然后就还好。ぶりっ子に釣られてほしいね。男だから絶対釣られるでしょ。你是跟阿布玛利亚一起出道的吗？阿部さん先在日本 AKB 的时候就出道，然后他来 TTB， 对，所以就一起吗？是算是一起吗？对，跟阿布玛利亚前辈的一样的团，对，团体，但他已经毕业了，谢谢追踪我。对，要到哪都行，我觉得国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到你。但我不知道他的个性没有很好，我弟弟个性好像没有很好。どうしよう。谢谢送我最久的礼物，嘿，全部都吃了耶！不会赢，そんなの心配しても無駄だよ。やだ、絶対。もう後で電話しよう。我等一下打给弟弟，我跟他说，啊，你要交女朋友的时候不要，没有，一定要交到可爱的女生。我要
等一下跟大家讲。ねえ、なんで只有欸两次两次我赢两次，谢谢你们送我猜拳的礼物。なんで我为什么今天不会赢？奇怪，こんなので電話してくんな。言われるかもしらん、どうしよう。要找比姐姐可爱了，对，一定要，就很可爱，很可爱，然后个性也很好很好的，希望找到这种的女生。好想打给打。谢谢。それめっちゃハードル低い。なんで？那应该找不到。没有，一定找到，希望找到。谢谢，やった勝った一回だけ。我赢一次。配信中に電話するか？配信中に電話してもいいのかな？啊，没有，他现在去公演，不行，不能讲电话。我等一下结束后打给他。見せなきゃ別にいいじゃん。まあそれはもうダメだ、不行。因为我跟弟弟讲话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来来やっほー、欢迎やっほー、午安。みんな気持ち悪くて引いちゃう、絶対引いちゃう、どうしよう。だってもう本当に好きだもん、本当に愛してる。弟弟会讲中文吗？我弟弟完全不会。哎，可是他会听那个我们甄选的时候的 MV， 知道吗？向前走。然后，因为我妈妈喜欢听那首歌，然后。弟弟也就一起听，然后他会唱那首歌，很好笑。嫌われたくないって思えば思うほど嫌われるよ。いやもう嫌われてるもん。没有没有，他是何？ツンデレだから、ツンデレだから大丈夫。我弟弟是平常会跟我说不喜欢我，但是我难过的时候打给他，他就会说喜欢我。大雷好好好可爱，他会跳那首吗？应该不会跳舞，但是他会唱歌。お母さんが指示してないって、してない、してない。お母さんいない時だもん。しかもなんかめっちゃ何混ぜたことばっかり言うし。本当，ジャニーズに入れるの？马友说，马友觉得可以。对，我之前马友给马友看，然后马友说，他一定要去ジャニー，一定要去。って言われた。ジャニーズ行けって言われた。入れたいね。入れたいけど、我有跟他说，要不要去？他说不要。就他不想离开福康。ジャニーズ行ってほしいな。とっても行ってほしい。多分行ける。顔なら。自信ありすぎだよね。ごめんなさいね。ほんと。自慢しすぎ。可愛いから。平凡に来た方が幸せ。まあね、それは思うけど。谢谢追踪我，一君成太什么太空大街防过小朋友啊。初田君気持ち悪い。
気持ち悪くない全然。でもさ、ショタコンってさ、どういうこと？恋愛するってこと？それとも普通に好きってこと？恋愛はしてないよ全然。我好好笑，讲弟弟的话，弟弟的事情就时间过得很快。好き好きって言ってたらまあ気持ち悪い。だって好きだもん、かっこいいもん。没有了，就喜欢的心情不是恋爱的，就是对家人的心感情。对。いやイケメンすぎ。でも我不会跟妹妹じゃん。我不会跟妹妹说喜欢什么，好好笑，也不是讨厌他，也喜欢他，但我不会讲。哎，どうしよう。多分かっこよすぎるんだよ。大家午安，他请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妹妹相信，没有，我喜欢妹妹，但是就不会说出来。何その顔？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读大家。哎，这里我要写什么？我在想要不要写东西。ハート。写送猜拳 ED 投票之类的，什么意思？ ED 投票什么意思？ブラゴン配信へようこそ。耶，妹妹几岁？妹妹国中一年级。对，国中一年级。大家午安，声が谢谢追踪我。でもあれないよ、お年玉没有红包。大家可以送我猜拳的礼物吗？拜托。哎，看不到，这个好像看不到。啊，来了！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待って。大家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看不到。大家帮我，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早安，小简，早安。大家如果拿到红包的话，就送我猜拳的礼物哦。大家午安。どうしよう、これどこに置けばいいか分かんない。こういう感じ？
谢谢追踪我，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お願いします。あ、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V 的小山美玲。现在我在参加有一个比赛，所以大家帮我提有猜拳的礼物。如果拿到红包的嘞，就送我猜拳的礼物。有人可以送我猜拳的礼物吗？谢谢 Will 追踪我，大家午安，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然后追踪我的 IG， 还有追踪我的直播间吗？什么吧？不能。抢红包？为什么玩过班不能抢红包？是哦，好哀愁。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哎，あと1秒です。玛丽，你们都比我胖。对，比我胖。我抢了很多那个抢要抢他们的，就真的他们比我棒啊，好好笑。结果你真的好厉害，64下，对吗？因为那个我真的有自信，对，我有自信，我也觉得很厉害。我还有青天第一次见，变人。早安，刚刚你又来，他叫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然后他叫看那个 TV 运动会的影片，去按个赞，谢谢琼干尼桑送我猜拳的礼物，見ます負けました失了失了，はい赢了耶，起的。其他两个超，结果成绩还好，对吧？我是真的很厉害，好好笑。Mina 跟比亨比你瘦，哪有？哪有？我跟他们差不多，好吗？因为比亨的话就，比我矮。所以就一样。Mina 的话我不知道，思雨比你哎，对对，思雨有点，哎没有啊，没有，我比较瘦，没有比较瘦，但他的脚真的很细。嗨阿翔鹅啊。谢谢钟哥尼桑，希望其他人也可以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哎，勝った勝った，嬉しい，二回も勝った，二回連続，やった。Mina，你可以去偷看，好，我改天去看看，我然后问一下他的体重好了，是比腿黑吗？为什么黑吗？啊，没怼没怼黑嘛！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大家晚安啊，不是，晚安。他说他馋，他体重吗？对，他体重真的很太瘦了。谢谢钟干尼桑送我猜拳的礼物，やった勝った勝った，哎，なんか運が戻ってきた気がする。
运气回来了，好，耶，看吧。黑马是什么？实力很强，但不容易被发现。哎，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哎，谢谢神仙党送我猜拳，哪里有亲戚也送我耶，开心。哎，而且我赢了耶，开心。谢谢大家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我发一个红包耶，自己也藏起来。哎，不能，不行。耶，我抢到了。谢谢送我玫瑰，谢谢你。哎，拜托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他就想要喝。谢谢送我玫瑰跟掌声鼓励。我真的期待你每次都会送我就是这种的礼物，但我会开心。谢谢送玫瑰，没降到，那我猜一次，我猜一次哦。好，大家不要忘记抢红包，加油！啊，我不行，我抢不到。啊，大家太快了。呀吼呀吼，谢谢美玲，不会，谢谢谢谢中国尼桑送我猜拳的礼物，谢谢深深打的猜拳的礼物，但我啊赢一次，然后谢谢齐大人送我玫瑰，还有什么吃什么食啊，不是吃什么蓝氏音乐棒，谢谢。谢谢送我礼物，嗨，大家，请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哦，拜托！如果上面的红包抢到了嘞，就送我猜拳的礼物，一次也可以，一次一个也可以，就送我，拜托！哎，我可以滴。哎，我要第六名，我今天一定要玩第六名，我要谈第六名。今6位が55、いけるいける、あと4回。バーチャーバイト運動会見て腹筋すごいね。え、でしょ、すごいでし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褒められて嬉しい。とても嬉しい。私もすごいと思う。谢谢送我玫瑰跟 love。そう、運動会楽しかったな。でも、グレイデント全身都是肌肉痛。谢谢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拜托大家猜拳的礼物，送我猜拳的礼物。哎，哎，谢谢，送我了，开心，真的送我，やった，ね、嬉しい，嬉しい，谢谢你，然后我赢了，耶，感谢你的猜拳的礼物。哎，嬉しい。最近真的有些人会。ゆると仲良しで裏山。あ、この前ゆると話したよ。谢谢送我猜拳的礼物。ありがとう。谢谢啊，输了，好难过。但是，谢谢送我猜拳的礼物，感谢。
其他人也如果可以的话，就送我猜拳的礼物，一次也可以，一个人一次，一个人一个。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猜拳的礼物，谢谢你。开心，你的大朵蝶好好笑。拜托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还快点抢红包，还有三秒。你一起，我也要，我也啊，哎，没有了，哎，我也要，我不想要阳光。大家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嗨，抢红包。有吗？有吗？有吗？耶耶！大家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啊！谢谢送我奖券鼓励一个玫瑰，开心。但我想要猜拳的礼物，谢谢。台湾の国民体操難しい。あれ全然わかんない。全然踊れなかった。変だしめっちゃ。谢谢送我枫叶跟玫瑰，还有什么蓝色一眼半，掌声鼓励耶！谢谢送我礼物，谢谢。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拜托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还是新办的，还有旧办的。我觉得那个我不懂哎，我完全没有那个什么提早吗的感觉，不懂。嗨，午安，午安，耶！应该不是跟我讲话。嗨，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んけんのプレゼント送っ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谢谢追踪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ジョンカニさんの猜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ハリュさん、ウレピーです。でも勝てなかった。不会，为什么？我探第六名，还有我还要赢三次就可以探第六名。拜托大家继续送我猜拳的礼物，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です。拜托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抢到红包的人记得抢啊！记得送我猜拳的礼物。谢谢ジョンカニさん，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送我ね、全部ピンソーなんだけど、为什么今天完全不会赢？慢慢就谈了。嗨，谢谢车中我午安。然后めっちゃ慣れてきた。何が慣れてきた？啊，谢谢追踪我。然后大家记得追踪我的 IG。如果你们有 IG 的话，就一起啊，没有就追踪我的 IG 哦。谢谢。对 ，Miley AKB48 Team TB。这样就可以。もう慣れてきたかもしらん。しかも一人うちが送ってくれる人が増えたから嬉しい。嬉しいです。谢谢你们送我猜拳的礼物。然后拜托大家一起啊，然后追踪我的 IG。お願いします。我的目标是今年一定要突破吗？
一定要就是超过一万多的粉丝，我现在六千多，所以希望今年我可以一万粉丝。谢谢松武。無理じゃない、いける、絶対いける。私の目標です、これは。やった、勝った、谢谢。赢了。一回勝った、嬉しい。谢谢松武蔡雪乃優、谢谢崔松武。もうちょっと現実的な、いや、いける。今年だよ、絶対いける。信じてる。信じてます。あ、いける、絶対いける。絶対いける。じゃあ無理なら8000人でいいや、8000人ってことで。あと何ヶ月あるんよ。12月まででしょ。9、10、11、12。あ、無理かもしらん、無理かも、無理かも。まあいいの、私の目標だからいいの。とりあえず1万人を目標にして頑張るってことで、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待って、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ちょっとさ、もうやだ、どうしよう。拜托拜托送我猜拳的礼物。じゃあ12月まで毎日投稿、それはきついわ、それはきついわ。いや、私のね、今年のまず目標は自分でインスタグラムを上げることで、それだったら多分たくさん投稿できる、ストーリーとか上げれるから。だからまずはそこを目標に頑張ります。自分で上げ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ら多分投稿頻度が上がるだろう。谢谢送我脚上玻璃吗と、玫瑰、谢谢。それぐらいでもしないと絶対無理だよ、フォロワー増やすの。本当にそれな。谢谢送我玫瑰。大丈夫、大丈夫、いいんです。とりあえず1万人目標、無理なら8000人。夢は高く、まあ、1万人に近づけばいいかなーって感じ。谢谢送我朗诵音乐伴，在国外，我在台湾，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请多多指教。谢谢送我 love， 然后大家追踪我的 IG， 然后送我猜拳的礼物，お願いします。谢谢フォロワー、頑張ります、頑張る頑張る。とりあえず投稿たくさんできるように頑張る。その前に自分でインスタグラム上げさせてもら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それが一番の目標。谢谢。え、待って、スタジャーソンを猜拳的礼物、拜托。今天我可以弹第六名、一定可以。因为还有一因一次就我可以弹第六名了。对。はい。谢谢分享我的直播间。谢谢你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本番ないからみんないなくなったよ。ほとんど消えちゃいましたね。まあいいんです。まあいいんです。それでも送ってください、誰か。誰か送ってください。最初の理由。まあインスタグラムのフォローは難しいよね。でも DD の力すごいなって思った。だから DD は很厉害。因为一人就在 DD は很厉害嘛。所以他追踪的人突然很多。大概一个月。没有、就是播 DD後他的追踪的人变、他四千的人追踪他。
很厉害，他应该是5000多，然后现在已经求签嘛。テレビの力ってすごいなって思った。そういう仕事をもら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難しいよね、本当に。この世界は。難しいですね。めっちゃ他人事だね。いやだってもうどうしたらいいかわかんないよね。難しすぎて。どうしたら恵まれるのかもわからないよね。頑張りますけど。いや、私は暗いことは話さないって決めたから、暗いことは話さない。ってことで、大家送我猜拳的礼物、拜托。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其实很想当第一名，看感觉真的很难耶，好难哦。因为我想竞选吧，我想竞选吧。はい。簡単に言えば無理ですね。普通に1位は絶対無理。最近私という一人、いや嬉しい。本当に最近ゆっくりだけど応援してくれる人が増えたから嬉しい。本当にすごく嬉しい。ハリ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見つけてくれて。本当にね、ゆっくりだけど一人ずつ、まあ応援してくれる人が増えてきたからすごく嬉しいなと思ってます。感謝して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ありがとう。シェシェジョンカニー損を最中な理由やった。勝ったよ。2回勝った。イエーイ。お誕生日用意。絶対すぐ抜かれるけど、絶対すぐ抜かれるけど6位になった。ありがとう、嬉しい。5位までの差がすごいもん。5位と6位のあの境目がすごい。これからゆっくりお会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全然ゆっくりでいいから応援してほしい。な、シェイシェイソンをシンズゴン。5位の壁、すごい、差がすごい、そこ境目すごすぎてやばい。壁やばい。なんかね、なんだっけ。あ、そう、最近我真的一起、あ、跟夏美一起想、就是要去花蓮的计划。我们真的要去花蓮、就真的很期待、花月。ではお仕事に戻ります。頑張れ、お仕事頑張れ。またね、また来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癒されたよ、ありがとう。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お仕事。で、我期待跟雨林一起去花蓮。对。就今年也可以去花蓮、然后。何時まで配信するのか、もうすぐ終わる。あと5分かな。あと5分。我下礼拜要去伊朗，我是就上我忘记了，就7月的时候去过了一次伊朗。そうでね、とりあえずね、很期待去花莲，然后他带我去逛夜市，还有就一起去。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就我们真的很奇怪，就太突然，很突然就变好了。变好，有泡温泉吗？花莲有吗？有吗？应该不会吧，我不知道。哎、欸，有的话就跟夏美讲，我们要去夜市，还有就是我们去拍照之类的。花莲好像有，真假？那我问看看，然后如果
我们去的地方附近有的话，就我想去。对，就是我们的休假，开心，因为每天不是每天，但是就大概每天有练习，然后就找两天没事的时间一起去花莲，真的很期待。对，早く行きたい，早く行きたいです。八月的时候要去，对，所以很期待。脚踏车好像也不错，哎，いいね。それもそう。还有什么？什么国家公园？我跟夏美大概决定好要去哪里，就很漂亮的地方，对，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对。好，因为我们为了要发 IG， 就要去拍照片，但很期待。哎，因为我跟陈远要去远的地方是第一次，那这边是第一次耶。哎，我不是马友哎，对，是哪次咪？我很想跟马友也马友一起去台中之类的，还是什么宜兰之类的，但最近没时间。然后跟陈远一起去的。一起去啊，跟哪次是第一次，开心，所以我很期待。あと2分で終わっちゃう。哎，大家快要关直播了，谢谢大家。嗨。花莲可以走，花莲可以，そもそも吃什么？早く終わって僕の昼ご飯、昼ご飯私のライブ配信終わるまで待っててくれたのでありがたい。それはありがた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何これ？ありがとう。谢谢。欸，でも怖い、有一点会怕怕、感觉有点。じゃないとじゃんけん投げる人いないし、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優しい、お優しくて。先年排名、第十名是小钱、感觉不在。谢谢。第九名是何これ？呵呵吗？呵呵。不知道。谢谢，第七名是林 MJ， 谢谢你。啊，第六名是，啊，違う、絶対違う、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刚刚的是第八名，然后现在是第七名。第七名是哈流さん，他刚刚错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待って、一、二、三、四、五、六、あ、第六名是、これ何？天燕吗？一、一、N、是吗？谢谢，在吗？好像不在。谢谢他送我猜拳的礼物，开心。第五名是谁？我每次都忘记这个怎么念，水灾，哎，忘记了，告诉我怎么念，水锥，哈哈，忘记，对不起，谢谢水锥送我礼物耶，第五名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四名是香香糖，你也今天送我猜拳的礼物，谢谢你。第三名是卡哇伊桑耶，卡哇伊桑也不见啊，不在吗？我不知道。ありがとう。
嬉しい。第二名是陈恩，谢谢你送我很多猜拳的礼物。然后第一名是ジョンカニ，どうもいっぱ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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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ってことで、谢谢秦建言送我猜拳的礼物，还有谢谢陪我聊天。等一下，我确认一下下次的是我什么时候？下次礼拜一啊，不是礼拜二。对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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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我看哪我看哪，哎，礼拜二吗？不是，礼拜三，哈哈，忘记了，礼拜三吗？次はもう来週，早いね，我忘记了，下礼拜有礼拜六没有？因为最近礼拜六日都不会播出，不会开直播啊。礼拜三，对，下礼拜三的一点到两点半。そうです。はい、じゃあ下礼拜の礼拜三一点开始，一点开始。はい。ってことで、谢谢大家陪我聊天。谢谢美玲陪我上班的无聊时间，没关系，谢谢你也上班的时候看来看我直播。我俩妈的，ごめんなさいね。じゃ、バイバイ。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さようなら。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バイバイ。さようなら。